我从小就很自卑，很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平时的话也不多。我一直想找到别人能够认同我的地方，一直想证明一些什么，但是又害怕别人用奇怪的眼光来看我，然后嘲笑我。上中学的时候，就有蛮多朋友鼓励我去演戏，一直要我往娱乐圈方面发展，可是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称赞，只是当他们在开玩笑。那天上戏剧课的时候，老师要我们一个一个上台演独角戏。当我表演完之后，老师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建豪，其实你真的可以演戏。”我听了真的很开心，也感到很欣慰，因为那是第一次有专业的戏剧导师认同我。妈，对不起你。我叫建豪，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阿豪。啊，还有男朋友的哦。是有台谁打仗吗？这样有小朋友没有？喂，这样才是 brother 吗？感谢大家一直给我演出的机会，也要感谢同学们一来的帮忙。我很开心，终于找到一个属于我的天地，让我好好磨练自己。希望妈妈有一天也会为我感到骄傲，我会加油。